难度还是挺大的。好美啊，好看的舞蹈配上好听的音乐，真的是从心灵上是一种美的享受。高难度动作来了，哎呦，太美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啊，观众席上自发的掌声，包括我们三个人一直在给你们鼓掌。刚刚的这一段极高的技术难度，极高的艺术修养，还有非常高的表现力，真的你们是这个舞台上三高表演嘉宾啊。